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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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酷酷酷！今天呢，我有新的挑战，是什么挑战呢？就是打西洋剑。而且呢，这一场对我的难度就是，我等一下玩这西洋剑的时候呢，我要先不带护具。这个你看，这看起来就是超力超硬的，有没有？这样看得到吗？哇塞！所以打到会超痛，但是一开始是不带护具的，所以等一下要很注意很小心。还有你的溜冰鞋，对，溜冰皮鞋。因为我们的场地是平的，那我的皮鞋呢是这种没有这种纹路的，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大家打球的时候会一直这样子滑，这样子也是很危险。对啊，我等一下来看看吧。好，对啊，好，对啊，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对。哦，了解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到。你看我着装完毕了吼，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看起来很厉害，而且这些都是我们有专业的同学 ，Hello， 有没有？谢谢同学们的帮忙，才让我们的击剑表现得非常的厉害。你在干嘛？对，好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开始比赛了，那也是同学教我们这样子，你在录好不好？